台湾故宫博物院，一年吸引上百万人次参观。由于大厅属宽矮结构，易产生噪音回溯，不但影响沟通品质，亦无法静心体会历史瑰宝之美。2012年，故宫在不破坏原有建筑结构的前提下，采用本公司研发制造的 Sun Micro 回孔吸音板，来降低声音的噪源，提升访客参观品质。